我槽我槽，今天居然还有这么甜的放出来。看看哥哥一害羞就打人，俩人这甜都爆表了。打情骂俏后又开始咬耳朵说俏俏话了，还没开始唱就又一起笑起来了。看波子哥这笑得牙不见眼的，只点钱好吗？这眼神就一直没离开过他哥，生怕他哥跑了似的。林老师这里应该是让俩人牵手找感觉。不要笑，王老师你的指南。大粉头子这笑绝对有内容。话说这里俩人这害羞的笑是牵上手了吧？俩人这拉丝的眼神，合照还不忘互看对方，俩人这眼神没有一丝是清白的。